大家不要乱说话啊，不要乱说话，一个我踢的。点点赞，大家点点赞，可不可以把赞点到10000？一人点十下就到了。大家点点赞，点点赞，把赞点到10000，好不好？那哥们儿学的时间短，学的时间短，当时不到一个月学了。组合技巧，这是舞蹈组合。对，你拍起来。舞蹈组合，他们一般学的是民舞，还有中国古典。还有男的学这个，男的也可以学啊，而且现在有很多男生都在学舞蹈。他表示看人家孩子们的动作，他因为他动作没学会。有没有蒙古舞？有的，但是还没开课。是中国舞，中国古典。斜上方，您经过拖掌，打开后踏步，就是踏步，展开，好，往后。对，是很帅的。其实他们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不要经过拖掌上，卷长腰扭头过来沉下去，是不是？直接提，把完成它，只有上步。能学，能学。上步一块上清楚，上步后脚得踏步啊！注意右手啊，经过拖掌。大家点点赞，点点赞，2200，2200，2200了。按下去，咱们先点到5000，好不好？中段松一点，松下去，停下去。对，按脚下落，走，右脚上步，走一摊开，走一，后脚踏步挺大，长提呢，卷开，哪个手？2500了，我们再把劲儿，再把劲儿。眼镜妹，眼镜妹在呢，在呢。这不眼镜妹，中间第二个。一刷跳舞的。一早上是跳舞的。一拍要扬起来啊，看啊，这儿沉，那到时候做慢了。
看的时间，就是两手是不是都要展开啊？这个手不要折成短啊。八，吐气沉，小的沉啊，二，走，拐角，三，
拖，中间往右脚推啊，左脚把住地，左脚脚掌把住地，脚掌把住地了吗？左脚全脚都把住地，兄弟啊！破一万吧。Oh.
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这边都是男孩子，这男孩子少。他们高二，高二。他们今年是高二，这个主要是搞艺考。老头啊！扛出去，猛到头找我们你。多给旺仔点镜头，旺仔是谁？男的学这个考试啊，考大学。情绪呢，马月？一点点都不好。特长生。